双媒节目哦，因为表演者陈雪萍老师和谢群英老师都是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而且谢群英老师在 G20 杭州峰会西湖山水实景演出当中和毛维涛老师搭档，为中外元首带来十八相送。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两位梅花奖的获得者陈雪萍和谢群英为大家带来风趣幽默的狮吼记桂池。娘娘，你呀，
娘子，产后，产后，产后。母玉娃问你，再有半句谎言，我不是十分便是上吊。从小你去哪里？东坡兄神呀，一来去，一路尘烟怎么归？你又不是千里眼喽，我就是千里眼。我不但看清你一言一行，我还看到你无常落福，早日不走。耶，虚张声势，咬咬牙，顶顶口。你早日不走，娘子。冤枉难招，好一个金少。昨日晚上不太有紧张，你挽着他庆典的对面长女儿敬你第一杯酒，死也不死呀。他当着官府，难道他有得意功呢？休想你来蒙我官！哎呀呀呀，娘子息怒，被人错了。错在哪里呀？错在哪里呀？错在哪里我也不知道啊。娘子，娘子，叹息，泪滴落。
暗切吉祥。哦，吉祥吉祥，下次再办，两册平反。你晚上再办，这也不管了。哎呦，谢不来。九娘子，哎，关照大门，想要面子关大门，哎，关了门，羞愧，你想讨价还价哟？成啦，当是去，骂是哎，犯你鬼子。这样的恩爱，父